谢谢你收看好总监瞎谈，我们在台北国际酒展。所以来参加酒展非常特别，就是你可以买之外，也可以用租的。不过有的酒展其实有帮你准备了，有票。那有的像我们去新竹就有杯子，这边就没有，所以你可以买，或是你可以用租金，押金200块。哦，那不过只有150只，现在也已经租完了。阿顺，你看这个非常有趣，很多人都说它到底有喝起来到底能不能够提升，因为一个杯子都很多钱。那我喜欢这个概念，他们就是品杯体验，让你可以去喝喝看，然后有大师教你去说他们的杯子 Redell 的杯子是不是真的比较好。好，那而且也是收费，其实就是还是都是我们所很认同的这一种，就是心理价值。比较贵的杯子里面还是会让酒感觉比较好喝。所以请你给我一杯你们的那个夏妹，就是你们是不是有做美酒的白兰地？农会里面做酒做得非常的好，真的是，对啊。哎，我买的包装好像不是这一个，哎，这个是新的吗？这个是我们之后公益的一方。哦，是这个。对，我买的是这一个，对。这个是米跟小米的威士忌嘛？是，不好意思，我自我拍小米跟。台湾的小米跟米的这个威士忌，阿正，你喝喝看。我们早期因为我们在原住民的乡镇，那我们是有原住民的元素入到我们酒里。对，那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商品多样化，所以我们刚开始做出小米酒之后，我们将很多让它进行蒸馏。对，那蒸馏完之后，为了让它跟市售的米酒或小米酒有不一样的风味，所以我们把它放到木桶里面，做出不一样的风味出来。我们其实尝试过很多种，包括雪莉桶、凝萃的波本，到最终尝试的这个白橡木的新桶。但这些旧桶都有它的特色在，只是说我们希望说我们保留原本它最原始的风味出来，然后来呈现给客人来做品饮这样。我们所有酒品都是在我们厂内那边自己生产。所以我们那边除了做像一般美酒的酿造、酿造的再制，然后美酒的蒸馏，然后小米酒的酿造跟蒸馏。那另外我们还有做啤酒。对，我有做啤酒。我们自己厂内也有生产啤酒。真的啊？哇！但是我们厂内啤酒是没有，目前是以合作方式做罐装。了解，了解。我们都是以桶装出到酒吧或者是餐厅。OK。不过这个桶装也是你们也有设备自己酿啤酒这样的。哇！请问你们的蒸馏设备是用那种我们说弧形的蒸馏设备，还是是什么样子的蒸馏设备？算是弧形的。弧形的吗？对对对。有空的话。好啊。对啊，对，我其实之前一直，我们之前去每次经过都会去买酒。不过我老实跟你讲，我觉得这个比我家那一罐还要更好。真的吗？我觉得你们有越做越好。谢谢。请问这一罐，像我们喝的这罐，这个是您说它是放在酒桶里面放了6年？它这支米是，对，这支6年的时间嘛，对不对？然后它里面是全新的美国橡木桶，还是它也有就是旧的也是有了哈。不过旧的也是我们的桶，装过我们的酒，并不是波本桶。对。那请问它橡木桶里面也是会烤吗？烤完之后再，你们没有烤啊？他来之前就有烤过，又烤过了。那你们第二次装会再烤一次吗？还是就是以沿用它原本，因为它吃了第一次的时候，香气它的颜色跟香气会被第一次吃的比较重。OK。然后第二次沿用的时候，其实第二
次我们会增加它存放的时间，是是是是，一定会超过六年。了解，所以说因为旧桶它已经被第一次的六年已经被吸走了，是是是是，第二次我们会再延长它的时间，然后再做两支酒的勾兑。了解了解，因为我们是希望是说这样子去勾兑，然后让我们出来的成品是可以一致的。对对对，您喝的这个有放木桶的这些酒品，我们会比较希望能够让它客群会是比较想要深入了解的。对，因为其实像一般低酒精度的美酒，它就比较消费的族群就比较广一点，因为可能大家喜欢喝甜的，然后这喝起来不错，他就愿意去购买。对，那像这一种，因为它算是比较，我觉得它算是比较要深入去了解它的制作过程、它的原料，然后它的甚至后续的勾兑，之后成品到最后的购买，对对对，到最后变成我们的顾客这样子。对对对，我们是在2002年那时候就从公卖局解除就是公卖制度，对对对对对，第一批就是民营酒厂，民营酒厂，在大约是在经过第4年之后，我们才有做这一个三支。哦 ，OK， 所以什么2006、2007？对，差不多那个。对，第一批的酒大概2013、2014上市，以这样来换算。那为什么选六年的时间呢？因为白橡木其实主要是六年的时间，是我们取这个长老说话这个东西。对，这是白兰地的吼，这个是梅白兰地。它我们也有测试过，它放到更久的时间，我们有尝试过放过10年。对，我们尝面有10年，但是就是因为它放过10年之后，它的桶味会太重，了解，会压过我们原本想要强调的这个梅子味。了解了解，因为我们在蒸馏的过程，我们保留住梅子的香气跟和人的香气。对，那我们不希望这个桶子再去太压过这个我们原本保留住的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这就取这个六年。那另外6年其实也是算是我们觉得这个算是在合理的一个蒸散的。就是一个的范围内，是是是，就是说合理，就是说蒸散率不会这么高，是是是是是，像了解，这个就是我们的地下酒窖，对对，也是在南投那边的，在梦工厂那边，对，然后我们就是把我们的酒桶直接放在我们地下室，是是是是是，所以有机会真的好，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很今天很开心可以看到林酿酒，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像你们之前马拉放啊，然后就是你们整个在农会里面，我觉得你们的整体的这种包装取名字都是非常有创意的，所以后来看到你们有做桶装也很兴奋，所以今天很开心可以的。对啊，所以其实谢谢你的要求，我觉得改天我们应该找时间一起去参观跟顺便拍摄这样子。欢迎啊，谢谢你。太棒了太棒了，这一摊你们可以，怎么有可能300年历史做梅酒精的，应该是他在荷兰很发酵了，真的哦，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台北的国际酒展，对，那今天很多的小朋友在前面。阿德，我们刚逛完威士忌的 section， 你觉得怎么样？有点微醺的感觉。微醺的感觉，那你今天有喝到什么或尝试什么让你觉得最有特色？我觉得
像我刚刚喝到一个我觉得蛮酷的是那个 Aaron 的那个 Cure、oh, 啊 Aaron 的 Cure 那个奶酒吗？奶酒啊，就是我蛮开心说这些威士忌酒厂他们就一直做各种不同的尝试，是啊，就是也许其中一个会变成一个经典，是不一定，但是我很蛮喜欢他们做这种尝试，真的哦，对啊，没有错，你知道刚刚还有那个 Caribbean Smooth 啊、OK， 对，有新的酒桶的实验。帝王新的这个产品，你知道你刚才讲到那个 Aaron 他们家的 Gold Liqueur， 你到我家就可以喝了。哦，我冰箱有一罐加咖啡，要是你那一天喝咖啡不是为了清醒，真的就来一杯 Liqueur 的咖啡。不过那一天绝对不能剪郝总今天瞎谈，要不然的话会很惨。就是可能没音乐了，对，没字幕，对，或者片头也没放，然后影片其实都没剪这样的。会有很多的留言，那一场会有非常多的留言。我觉得如果我有一周想要这样子蒙混过去，我就喝下去。对，已经知道，然后故意要喝的。啊，了解。不过隔天的留言就麻烦你回了，我不想回隔天的留言，会非常的惨不忍睹。烂透了。对，我觉得没有字幕，我觉得背景音乐呢。今天我觉得 Lock Roman 罗曼湖的这个摊位很有诚意。有时候参加酒展，然后台湾的威士忌酒专其实都太强。有的时候老实说了，酒厂酒专赚的便宜。对，有的时候。不过，我觉得他们今天非常的有诚意，就是说有非常多的这种很好的一些，像我们有玩其中一个那个对抽奖，然后有可以拿到30cc 的单一桶，然后呢，另外还有送一个杯子。对，非常的开心。然后另外，我觉得那 CP 值超好的，真的。那今天我也很特别开心，跟南投酒厂的这个蒸馏师林先生有一些请教，因为其实之前他们在网络上的资料很少。对。那不过就是说我其实一直觉得这一个酒厂以一个就是农会的酒厂在台湾其实是很认真的，所以今天他也邀请我们去他的他们的酒厂参观，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以后出外景去他们的酒厂参观一下，这是我觉得今天很开心的。是的，所以还有那个我们还找到那个杯子。对啊。哦，对，大家最近不是有问到说想要我们在就是在拍的时候我们在喝的那个杯子，今天我们找到厂商了，所以我们可以来做一批了。所以我们问完资讯再把这些资料一起做的，所以请大家先可以先开始来认购了，因为当爹想当妈，因为量越多我们的成本就越低嘛，所以麻烦大家一起来，我们在想一个方案，再跟博光讨论，再来想一个搭配蚊香品这样。哎耶，这想法不错，好多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这样子，累积五个蚊香品就送一个。是啊，我们今天怎么这么多障碍物在前面？我今天在拍摄的时候，特别是那个障碍。对啊 ，Oh my gosh， 他们也有看到酒展。哎，你们今天来参加酒展，你们有什么感受？没有喝，很累。啊，我没有喝无酒精的啤酒。无酒精的啤酒哦，对啊，所以很开心你们因为这样子也有参加到。Kathy， 你今天来参加觉得怎么样？我来这边问你，现在 Kathy 在拍，你觉得怎么样？不错。我一天觉得喝到很多酒哦，很棒。那雅人呢？雅人觉得怎么样？好多小姐姐。好了，这段就剪掉了。怎么这样子？每次都是这种评语，以后下次我们再去酒展，你会发现我不再问你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下次去时装展，他会更开心。其实今天可以看到蛮多酒，你也蛮开心的，而且发现是有很多酒我是没有看到。所以你后来有买罐 Holy 的美酒，你有买吗？有这边哦，很棒，支持国货，买到台湾的 Holy 酒厂，很棒，它的香很棒 ，very good， 然后而且又很顺口，不会说到非常的难喝的那种感觉，可是就是喝下去你会觉得它是一支物超所值的酒，对。很棒，谢谢雅人。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请帮我们按赞、订阅还有分享，然后别忘记打开小铃铛。我们是郝总监，我们下次见，拜拜。好恐怖的郝总。